高举我们的手，一起宣告。你何等伟大，你何等刚强，你超越一切的权柄之上，你是一只羊，我称赞你大能，我主，我神。神真伟大，我的神真伟大。你们，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帮助我们，他是得胜的神。你们，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在这个同在当中一起敬拜他。神的美好，神的得胜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心欢喜，我相信的神冠冕属于你，我的帮助，我的盾牌，我的救主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你。一起唱，祝你生命，祝你生命何等伟大，因你同在不惧怕，夫妇敬畏在你面前的神冠冕属于你，愿你生命充满荣耀，愿你能力来掌权，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哈利路亚，耶稣你胜过这世界。手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哈利路亚，耶稣你胜过这世界，耶稣你双手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得胜的神，主，你是我们的神，与我们有关，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起高唱，一切高唱将到达，一切因泪都要破碎。得胜。
生命，大声的来唱，宣告神与得胜。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世上无人能像你，世上无，一起来唱，你真伟大，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你们神心奇妙的事在我们生命里，世上无人能像你，世上无人能像你，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世上无人能像你，世上无人能像你。献上荣耀给我们的神，献上一切荣耀与尊荣，我们自己双手赞美。献上一切，献上一切荣耀与尊荣。我们举起双手赞美，我们高举你生命，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世上无人能像你。上无人能，举起双手，好不好？宣告他的伟大，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做那美好的事情。主啊，谢谢你，大声来敬拜他。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世上无人能像你。尊荣与尊荣，我们举起双手，我们举起双手赞美，我们高举你生命，献上一切荣耀与尊荣。我们举起双手赞美，我们高举你生命，你真伟大。世上无人能像你，世上无人能像你，你真伟大，祝你心奇妙大事，世上无人能像你，世上无。
神，你相信而且你知道一样事情，要是神在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Amen。 只要是有神的地方，有圣灵的地方，就是会有大事发生的。 Amen。 上一个礼拜四我们就听到那见证，我们的姐妹长了脑瘤，回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做了 MRI， 就发现那一个脑瘤在上个礼拜祷告之后已经完全消失了。 Amen。 哎，拍掌，大声的拍掌可以吗？欢呼，大声的欢呼。我要说不是因为有神人，是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今天早上让我们举起双手，让我们继续的相信，要有更多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发生。为自己来祷告，为着你身旁的人来祷告，为着你所做的事情来祷告。我们数到三，我们就一起来向上帝来求，向上帝大大的开口，他要大大的来崇拜你的需求，你的需要，你的重担都交托给他。数到三，一二三，开始大声来祷告，再大声一点，看台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就是向你来祷告，一心祈祷大事，一心奇妙的大事，一心奇妙的大事，谢谢你赞美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就要看见，在这边运行，在这边动工，你在这边看断那一切的锁链，夺走那一切的重担，谢谢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上帝啊，我们在这里就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赞美你耶稣，上帝啊，今天继续的动工，继续的动工，继续的动工，谢谢你耶稣。再次把你的手按在你生命的地方，你的压力太大了，你就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胸口上面，我们就向上帝来祷告，让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行奇妙的大事。不要想说只有特别的讲员来才会有神迹，你要知道是圣灵来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的。圣灵在的地方就不一样了，你要多渴慕圣灵，你要说圣灵我要更多的有你。可能你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很好，感谢主，那你更多的说圣灵，那我要更多的有你，让我更多的与你同行。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每一个人都需要来祷告的， You're never enough。 你要说圣灵啊，我永远对你是渴慕的，我永远不满足，我要更多的经历你，好不好？举起，开始，你疾病的就按在那一边，不管是什么，我们就来祷告。再一次数到三，一二三，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受过的祷告，把祷告好，赞美你耶稣，耶稣啊，求求你来动工，谢谢你，谢谢你，上帝，今天晚早上要有突破，今天早上是一个突破的聚会，是一个突破的聚会，是一个突破的聚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所以说，今天早上是一个突破的聚会，是生命突破的聚会，是一个圣灵浇灌的聚会。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现在来动工，欢迎你现在来充满，欢迎你现在来浇灌，欢迎你现在来滋润。圣灵，今天早上求你砍断那一切的锁链，那一切不好的习惯的锁链要被砍断，瘾头的锁链要被砍断。主啊，今天早上你拿圣洁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早上圣灵，我们欢迎来做医治的工作，所有心脏的疾病，上帝你现在就要医治，所有膀胱的疾病你现在就要医治，肝脏的疾病你来医治，肠胃的疾病你来医治，膝盖的疼痛你现在来医治。上帝啊，你就在这我们当中来动工。主啊，有人在工作上面，上帝他需要有恩典的，求你把极大的恩典加添给他。主啊，有人在寻找生命当中的意义，今天你让他们找到你对他们的意义，你让他们找到你对他们的命定。主啊，有人今天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完全没有盼望，上帝你让他们看到你就是盼望，你要把盼望摆在他们生命里。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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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一下，现在就立刻再检查一下，
每一次我们的聚会都是祷告完你立刻检查一下，看看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在你身上就开始行神迹了。现在就动动看，呼吸一下，动一下，可能你需要在走道上面的话动一下，你发现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了你一个特别的恩典，他把一个恩典给你，你发现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你发现你身上的疼痛不见了，或者是什么地方开始改变了，你发现到不一样的，可不可以把手举起来，现在就把手给举起来，现在就把阿们阿们阿们，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等一下的时候有机会就赶快来到前面来，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见证。弟兄姐妹请坐请坐，所以刚才举起手来的人，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到前面来，让我们能够来记录下来到底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好，今天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是我们的贵宾，好吧，等我们数到三你可以从座位上面起立，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来一二三起，新朋友起立，欢迎欢迎欢迎，在这边在这边招待，在这边在这边，这位姐妹在这边的各位弟兄招待招待，在这边的弟兄穿黑色衣服的弟兄，Amen, Amen. 再给他们一个的掌声，可以吗？ Amen, Amen, Amen.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福音新闻。儿童弦乐团于上周四五六在美和堂举办夏令营，透过老师的耐心教学，激发了小朋友们学习乐器的兴趣，并于上周五早上在更新医院举办了一场乐琴一下音乐会，让小朋友们体验户外演出的乐趣，可爱认真的神情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鼓励爸爸妈妈们下次带着您的孩子一起来乐音一下吧。哎，于安，你知道为什么上礼拜在教会要举办义卖活动吗？因为那是要帮助一群去花东短宣省学生们筹募资金啊。真的假的？那这个义卖活动到什么时候啊？时间是今天及下礼拜两堂主日会后，鼓励大家聚会后赶快学兵起来，让我们用我们的钞票来帮助他们。父亲节即将来临，这次的父亲节主日有好看的戏剧演出，时间为八月五号星期日早上两堂美和主日，欢迎邀请你们的父亲及朋友一同来参加，相关资讯请洽02-2916-1575转500中姐妹。婚姻里头需要常常的充电才可以维持，我们每年都需要被提醒或被调整，你重新归零之后，这个婚姻生活是会加热的加温的，透过婚姻祝福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彼此了解，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让我们有学习更多机会学习到，哇，原来还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婚姻，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婚姻祝福礼。2018幸福婚姻特会来喽！时间是八月十一号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新店行道会卓越三明堂2楼。这次我们邀请了洪英珍教授及钱玉芬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幸福的秘诀，让你们的婚姻生活更加 level up。报名对象为所有已婚夫妻，意者请向联合柜台或各牧区秘书报名。赶快带你的另一半一同报名参加，跳出属于你们的华尔兹。
Come on, 再给他们更热烈一点掌声好不好？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在这整个礼拜当中带着所有的学生。